底下有女观众说于老师真白啊，谢谢啊。你是没看见于老师的父亲游泳？哎，行了行了，不光白还有带鱼呢。嗯，谢谢吧，这都是，这都不是一般人啊，识货。这都是在河边看过你爸爸游泳的人。那几个大妈来了，这是吧？刚才是郭麒麟跟阎鹤祥。哎，郭麒麟是我儿子，阎鹤祥是我徒弟。嗯，今天很高兴，嗯，能够跟儿子站在同一个舞台上，我真是发自肺腑。因为到我这个年纪啊，你就别说了，您把我都搁里头了。我不重要，不重要，重要。这人就是嘴馋，你知道吗？我馋这干嘛呀？我在后台我还跟郭麒麟说呢。嗯，不管你当不当影帝，你都是我儿子啊。谢谢吧，嗯，谢谢吧。这个就爱干这行。嗯，因为我跟于老师，我们也是俩废物。这叫什么话？干不了别的。嗯，就能说相声，就会这个。从小学的就是这个。嗯，一步一步走了今天。嗯，一张嘴。养活全家到现在，就指着这个爱干这好玩。嗯啊，而且站台上跟观众就这么你来我往这么逗着玩，这叫互动啊，这是别的艺术形式所不具备的。哎，这是相声的特点。你说相声跟台上谁喊个什么大辈儿啊，嗯，底下跟着答应啊，有这欲，好玩。嗯，哎，当然你们要是看芭蕾舞啊，看交响乐，我不建议你们坐底下搭下叉。那也没法搭这下茬啊，就是这人家跳舞你跟那喊不合适，是保安非把你弄出去捆到树上泼凉水打。好家伙。嗯，相声可以，相声允许。哎，这个你不允许他也得喊。哎嗨，嗯，挺好。嗯，这就是斗智斗勇的一个过程。哦，为什么要搭下茬？这个还有什么为什么？好玩，好玩。哎，首先说人家喜欢你们。对，这倒是。人家在家里边听了好多次了，哎呀，嗯，这是于谦，这是郭德纲，嗯，又到现场，这俩人这样啊，哦，看见真人了，哎，愿意喊，兴奋，这是观众对我们的爱，是，啊，还有的就是，哎，这段我听过，嗯，这个包袱我知道，啊，熟悉，太好，我要喊出来，我发泄一下，我要让其他的观众知道我听过，嗨，哎，这显摆什么呀？你说人家花了钱了，你不让人显摆显摆不合适，哦。女孩一般都是就哎呀我喜欢我高兴，嗯，这个演员我认都这样。是男孩就两种，哪两种？一种是有女朋友的，一种是没女朋友的。这还怎么区分呢？他没有女朋友，他就希望让现场其他的观众，嗯，你看看我可不是一般人，哦，我会搭下茬。哎，啊，那，哦，台下观众有的时候搭下茬一句话说的特别巧，嗯，后台连演员都挑大拇哥，哦，觉得好，时间。尺寸，嗯，火候，节奏，嗯，太棒，嗯，这样的观众不是没有，有。我七岁学艺到今年，我可能我见过得有两回了，哦，才两回啊，那就不少了，哦，大部分就是瞎喊，嗯，就发泄开心的，都说上现场能喊一回退票，我是不是也能喊一回？嗨，哎，啊，一喊一闹，嗯，高兴，这个无所谓，它本身就是娱乐嘛，嗯，对不 对， 对？允许人家啊，所以好多男孩愿意在现场。喊这个，这是没女朋友的，这还有的有女朋友的，他其实是给女朋友看，给女朋友看。你看这句，我能搭下茬，哦，他们都不，你看我行，你知道吗？哦，你看这些人都很羡慕我，哎呀，我可不是一般的观众，我比其他的观众，哦，我那走，咱开房去吧。啊，什么叫开房？哪儿啊？这他那个目的就是奔这个来的，显摆吗？哦，要是跟前有几个观众，哦，这人很厉害，他能飞起来咬人，啊，就高兴了。有的时候我站台上看，哟，这俩人真般配。嗯，我还愿意帮助他。这还怎么帮助？小小的这干干净净的啊，姑娘漂漂亮亮的，嗯，俩人天生地造的一对，嘿，太棒了。哦，我就故意的给他个节骨眼儿，让这男孩能接上一句来，递个话。哎，然后努力。啊，嗨，只能帮你到这儿了。哦，有的时候也不行。怎么呢？好，一看这男的长得就是刚放出来。哎呦。这个女的一看就是马上就进去，哎，俩人舔着脸还接下茬，我给你两句我就弄死你，哎，这个本身就聚少离多，你还怼人家，嗯，你说啊，这就是说相声的乐趣啊，就高兴。对我们来说，感谢老天爷，感谢祖师爷的恩典，赏饭嘛，既是兴趣又是工作。哎，爱说相声吗？
说相声又能养家糊口，你没有什么理由不好好干呢。对，对不对？嗯，你就说，比如我种地，你有多少人种地？兴趣是种地，爱种地。哎呀，我的业余爱好就是种白菜。呵，完事我还能卖白菜，可能有，但是不会特别多呀。嗯，你纺织女工哪个就爱纺织这？嗯，不对，你待着不也待着吗？嗯，人总是要干点什么的。嗯，你在家躺着不也得吃饭吗？嗯，你得干点什么，所以你干的那个工作未必是你的兴趣。嗯，如果工作跟兴趣是一回事的话，嗯，那你一定要好好的把它干下去。多好的事儿 啊！当然了，其实像这种演出并不好干。这是商演，商演啊、买票的演出不好来。怎么不好了？你看，你要说这场咱不要钱，嗯，那就另一回事儿。不要钱怎么另一回事儿？你看，比如说、拿于老师来说，你又拿我举例子。要不你来趟物业？啊，不行，我先看看说什么吧。不是你眼睁，你怎么办呢？对不对？啊，于老师，您换个身份吧。啊，我是什么身份？您不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哦，我改别的地方的。你是啊。八宝山曲艺团的相声演员，啊，八宝山曲艺团，我们这团给谁演呢？我们，你们的客户都是一人有一个单间哎，这 VIP 啊，关键就是一听大伙儿这是胡说八道，哦，又是假的，怎么可能有八宝山曲艺团呢？对呀，就算有人写完之后到物业一报告，老去物业这位，就是啊，就是。物业也能把它催出去啊！是啊，一听是个假的就无所谓了，别人不信，免除后患啊！对对对，八宝山曲艺团，好，您是那儿的头牌啊。嗯，我八宝山是曲艺团吗？我叫头牌，不是，啊、你是那儿那个最漂亮的，还是头牌吗？这不是，你是那儿客人最多的，您别说了，你就是那儿最棒的演员了，对，就是头牌吧？啊，头牌吧？嗯、啊，八宝山曲艺团成立于乾隆14年。嚯、哦，还是老曲艺团了。那是一个正经的继承老北京文化的曲艺团体。哦，八宝山。哎呀，都是老北京，老北京各种文化的专家都在你们团了，是吗？老北京的各种艺术形式，只有你们能继承。你瞧瞧，全团开大会，嗯，你们的艺术总监就说了，说什么呀？咱们这个团呢也成立那么些年了，到现在俺们这个演出呢是他娘的没人看、啊。这什么话呀？这是。哪们骂街呀、啊？哪们这个老北京的曲艺团呢，很难受啊！啊，他捏个德云社的，为什么他们都有人看见是吧？这是老北京的曲艺团吗？这个。于是你们就决定出去演出去了。我们也出去演出。对，你们顺着保定地区奔高粱地就下去了。好家伙，嗯，到那儿找一个山沟里边的一个老山村，地形还是很熟悉。我们要求到这儿演出吧？啊，找人村领导，哪们是八宝山曲艺团的？别倒腕了。哪们都先在这儿要来演出了。嗯、啊。山沟里人哪见过？农村的吗？啊，嗯、啊，老北京的八宝山曲艺团来了吗？啊，你们是弘扬老北京文化的吗？这北京话比我们还正宗呢，这个。我们这个山沟里边没有到外面去过哦。上次出门还是嘉靖32年。哎呦、从明朝就没有出去过啊。我们就别跟人这折腾了啊。你们很兴奋是吗？太厚了，那不这个老北京的。行了。你就演不演吧，演人家不让演。怎么不让演？因为正是农忙季节，哦，正麦收，团里商量先给人收麦子吧，啊，先收麦子，哦，收完麦子然后再演，嗯，然后每家再送半斤鸡蛋，我们给人家鸡蛋，就这个还有两户人家不同意，为什么呀？因为这两家是养鸡专业户，啊，人不缺鸡蛋，啊，给鸡蛋人家看不上，是是，先收麦子吧，啊，一收麦子，嗯，农民伯伯惊呆了。怎么呢？这个老北京的曲艺团怎么比我们还厉害呢？怎么叫厉害呀、啊？这个收麦子是把好手啊！我们收麦子是好手啊！就收完麦子了吧？啊，给人开始说相声。哦，人家像这种演出，嗯，好演。怎么好演啊？我拿你钱了吗？没有，还是了。你还拿我鸡蛋呢？哦，我还帮你们种地呢。对呀、啊，对不对、啊？所以你也不要要求我们的艺术。嗯，你也不用考虑我们演出时间，哦，我们也不用尊重观众，都不用尊重观众。废话，拿我们这些鸡蛋了啊？啊，那倒是。所以这种演出好演，好演了。你包括评级啊，天下的事只要是人力可为就好干。评级也是吗？比如说您是八宝山电影公司的演员，八宝山企业还挺多。嗯，你们公司很红火呀、啊，很热闹，很温暖。
是，那是在炉子旁边还不热乎吗？今年要评级了，于谦老师要争当一个三级演员。是评电影，是评演员啊？我们这个，你得先是三级的演员，才能演三级的电影。哎呀，列位，啊，你们听听，这是影帝的话吗？嗨，什么乱七八糟的。来，你们单位领导手里攥着一个三级，还是三级？就是关键演员，你之前是四级演员，还不如三级呢。你现在要调到三级，准备对。然后你们八宝山电影公司，嗯，你们这领导手里攥着一个三级演员的名额，哦，他就想这给谁啊？他得想啊，是给于谦，嗯，还是苍井空？这俩人谁对我有用？那苍井空对你有用，那是。那就先给苍小姐啊啊，然后于桑啊，什么于桑啊？我真上日本弄这些了，是怎么？于桑，明年你在三级啊？今年还拍不上了。你看见了吗？坐在我手里攥着这三级啊，给你，给他，给那个，给谁？看我心气儿，给谁都一样。所以说，人力可为，嗯，他就好办。这倒是，人力难为的就是这个。上演，咱们之前出去了，什么叫欧洲，哪叫迪拜了？嗯，加拿大、澳大利亚、美国、东南亚都去到了。嗯，咱俩人就说再有能力，咱不能顾着五千观众跟咱飞来飞去吧？啊，那是不行，对吧？为什么说观众是我们的衣食父母？嗯，指着您吃，指着您花，这对。我们是必须要尊重观众的，没错。您的每一张票钱，我们拿回去养家糊口。嗯，上有老，下有小，给我父母，给孩子上学，给我媳妇儿，给他媳妇儿一份。所以说，我媳妇儿不用你给啊，我媳妇儿不用你，嗯，拿着吧，啊，谁跟你对付了？没事，对，反正什么叫没事儿啊？也不差这一个月，我这多少月了，是怎么着？没听说过，给你就拿着，干什么拿着？这不是废话啊，有我的啊。你看，嗨，这你也行，你是不知道，我呀，我以后不给了，这压根儿没给过啊，嗯，所以说。我们管观众称呼为衣食父母，这是对的，必须要尊重。咱们之间没有鸡蛋的关系，啊，那是江山父老能容我，不使人间造孽钱。嗯，郭德纲、于谦代表德云社400多相声艺人，嗯，向我的衣食父母致敬。哎，谢谢各位，谢谢。你说一千道一万，你不得凭能力吃饭吗？那是啊，是说相声上台都会说这个啊。那我们这是语言的艺术。对，什么叫艺术？嗯，艺是艺，术是术，这还能分着解释吗？艺是演员的能耐，嗯，术是把能耐卖出去呀。哦，有艺无术那是诈骗，嗯，有术无艺那是商贩。嚯，我摆个摊儿跟这儿卖菜、卖花生、卖影帝，甭管卖什么吧，是吧？什么呀，卖什么？我卖出去就完了呗。啊，但我站台上跟人说，就得有艺有术。是，哎呀，我这个相声这么好那么好，如何如何怎样怎样，对你精神上是一个启迪，你要发自肺心认清你自己吧。哗哗哗哗哗哗哗，人文学角度、美学角度，哎呀，顺嘴冒白沫子。说完之后，你说我卖票了，1毛钱一张票，观众把剧场砸了。哎呦，你说你不是诈骗吗？啊，咱得说实话，你那么好，怎么就没人听呢？嗯，你那么棒，为什么1毛钱不值？哎，这是一个关键。嗯，说能卖票未必是好演员。嗯，不能卖票，你肯定不是个好演员。哎，啊，说的对。嗯，看似简单，嗯，俩人站着就说太难了，得练。都从小，嗯，他我什么高峰、侯震，嗯，包括嫂夫人，我们打小都是老搭上我媳妇儿干嘛？这里不是搭上媳妇儿，这我就看着我们嫂子比我小一点，但是回来叫嫂子，我们都边边大一块长起来了，是啊，对吧？这是实话。嫂夫人，我们都光屁股长大一块儿。谁呀？哪儿就这词儿就小的时候嘛？小的时候也不能这么说。转年不就都穿上了吗？哎，转啥？因为转年25了，大伙儿说24还光着呢。别胡说！你不要，我上物业了啊！我弄死你，知道吗？废话，你防我让你道歉，怕不怕？哎，你这玩意儿，嗨，你还不会吗？说哪儿一个忘了不是？啊，这次澳门拿影帝还是又来了？你别老说这。说相声，天下最简单的艺术。嗯，但是说好了得下功夫。那当然。你想啊，他首先是心理学，还有心理学。你看，看我们上台穿大褂，
连块手表都不能戴。啊，我们倒是有这规矩。你看，不能戴，不能戴手表，为什么呀？这是尊重观众。这有什么不尊重观众？你就记住了，说相声上台一瞪大褂，大金表跟这亮着，这就是个外行。怎么呢？观众看着金表，看看你的表，看看他的票。嗯。啊，都是我的钱给他买的。这嗨，观众会这么想。但是女演员是可以的啊，姑娘们就行，旗袍、高跟鞋啊，金的、银的、翡翠的、钻石、大金表，一上台嘚哒嘚哒啊，观众越看越开心。是啊，我给他买的啊，呵呵，这时候他这么想了，我们这说相声怎么那么活该死呢啊？相声是四门功课，哎，坑蒙拐骗，对，谁说的？说学逗唱，说学逗唱，对，说就是嘴里得干净，嗯，无论坐在哪儿，每一个角落，每一个字儿。嗯，要送到观众的耳朵里，这就是基本功啊。说学逗唱，包括这个唱，嗯，唱是太平歌词，哎，有好多人说要唱京剧啊，唱评剧，唱歌啊，那是说学逗唱的学。哦，你唱一京剧，有没有京剧团啊？那当然有，人有专业的吧？对，所以你唱就是学人家。嗯，哎，我唱一歌，人家有歌剧舞剧院，你是不是学人家？嗯，我唱一评戏，我唱一梆子，唱一这唱那，人家有专门干这个的。嗯，所以你在台上就叫学，学人家。太平歌词没有？嗯，你听有吗？啊，山西太平歌词剧团没有，那不得饿死？谁光听这玩意儿？那一年得送多少鸡蛋？是不是？嗨，光镰刀用坏多少把的啊？老卖收了。就是啊，所以说太平歌词是说相声必须要会的。嗯，啊，唱几句你们听听啊。好。当年于老师为了唱太平歌词啊，在太平间躺了好长时间。我还是八宝山曲艺团的、啊、那是唱完还喊呢啊，不服的坐起来。哎哈哈，对，你坐起来我服。嗯、唱一什么呀？啊，挑一个吧。这什么品位？这是那儿一喊十八摸的 啊午夜见。那么就唱个十八摸啊。啊，真唱啊。家伙，你这是恨人不死，不能唱这个啊。嗯，白蛇传，哎，你看这是正经太平歌词啊，骷髅叹啊，鹬蚌相争，你看好，喊白蛇传的多是吧？好，那给你们唱一个劝人方吧，好吗？嗯，什么脾气您？那你不能让猜着他就不买票了。嗯，唱什么来着？劝人方。劝人方。行，劝人方有好几种呢啊。嗯，唱一个这几年总唱的那个啊。哦，天为宝盖，地为池，人生世上浑水的鱼，父母养儿鱼帅子，子孝孙贤，谁养着鱼？人生在世非容易，气化清风肉化泥，攒下了金山催命的鬼，交下了朋友是护身的皮，十个指头伸出来有长有短，树木狼林有高有低，在那山上石头多玉石少，人间人多那君子稀，打墙板儿分上下，谁又是那十个穷来九个富的，昨夜晚脱下了这鞋和袜，不知道次日清晨提不提，花冠彩目两人的斗，死后不过是一灵犀空间呐、啊。孝子在灵前点了三杯酒，谁见那死去的亡魂把酒吃，空着手儿来你就空着手儿去，劝诸位吃点喝点玩点乐点，交点朋友那是赚的，我一言唱不尽这劝人方一个小段了，我是愿诸位阖家欢乐寿与天齐。好，太平歌词就这个味儿、打小就学这个啊，鸡公啊，这也简单，也没有什么伴奏的乐器，就拿两块竹板、
是击节而歌，掐着板唱，这是我们的功课。嗯，除了这个之外啊，什么学个地方戏啦，嗯，哎，学个方言啦，嗯，那学个小商贩的叫卖呀、啊，哦，都是我们的功课。这个叫卖也得学呀、啊，叫卖可能真是中国人的特色啊。对，你看咱们出国演出也没见外国人出去叫卖哈，外国人好像没有，没看他们走街串巷，麦当劳，哎，没开的机，没有没有。就别跟人添彩了，都没有哈啊，这是咱们的特色，嗯啊，各地有各地的吆喝不一样，是所谓的叫卖就是小商贩吆喝，现在没有了啊啊，现在也不方便，不能吆喝、啊，就是啊，嗯，时代在发展，对叫卖的环境啊，跟过去是完全不一样，是，你看过去北京卖菜，嗯，挑一个筐啊，前后的筐大扁的，嗯，一上街啊，往这一吆喝，来之前这两筐啊啊。城外边护城河，先把这筐搁在水里边泡着，干嘛呀？让这个菜吸足了水气啊，它精神挑出来，人也精神，菜也精神。哼，站在街上得捂着耳朵，还捂耳朵，卖着青菜，怎么吆喝呀？青菜辣青椒哎，高葱嫩青菜来，扁豆茄子黄瓜加冬瓜，买大海茄，买萝卜胡萝卜扁萝卜，那个眼的香椿的蒜的好韭菜。嘿，一大套，站在长安街上啊，就这一嗓子，嗯，通县都听得见，就声这么大。通县还有一卖菜的，哎嗨，俩卖菜的，卖菜的啊，包括过去卖包子也吆喝。包子怎么吆喝呀？包子有区别，怎么区别？你看，嗯，汉民的和贵叫清真就不一样。哦，还有这是区别。哎，汉民大叫的包子吆喝包财，包财。包菜好摆我的面儿的呗，尝这包那的包，尝尝包日心儿的呗。你瞧，嗯啊，这是大叫的哦，贵叫清真，贵叫清真，人家回民的包子啊，一般是个小伙计儿，小孩儿，调门也臭，童子音儿。细热的铁的脸，包热的脸，发了面的包儿有热来。呵，这打远儿，小孩儿，嗯，冲。是，哎，嗯，山东济南，嗯，就是过去老济南府那个火车站底下天桥边上，哦，有一卖包子的，是啊，他吆喝能吓你一跳，他怎么吆喝？哎，吃包子吃包子，一口咬出个牛犊子来啊！哇，咬一牛犊子，多的包子嘛，牛犊子包里边了是。天津的包子很有名啊，那是啊，但狗不理不吆喝，他是做商大买卖，就是过去卖夜宵的，哦，想当年那就是打牌了或者。看戏啊、嗯、下班晚了呢，是回家来正饿，自个儿家做饭饭不上，嗯，买夜宵的包子，他也吆喝吗？一般是一个老大爷，哦，挎着一篮子，嗯，篮子里边有几斤包子，热热乎乎，嗯，盖着小棉被儿，呵，挎着篮子怎么走街串巷，嗯，不能大吆喝呀，大吆喝，大半夜人都睡觉了，哦，别吵人啊，就这喊着喊，他先俩字儿肉包，哦，吆喝肉包，哎、肉，嗯。哈啊这样肉棒、嗯、嘿嘿很好有特色哎睡着半夜 一听外边喊肉你就睡你的、嗯、哦早上起来上班去洗脸漱口、嗯、啊推车一出胡同那儿哎嗨还没走呢这是又来了这个哈嗯过去还有一种卖药糖的药糖现在很少见了嗯四方块的糖哦，红的、绿的、黄的、黑的、白的、紫的啊啊，就是白糖里边兑上各种药材，是说吃这之后什么助消化了什么的哦，这也有吆喝的，这怎么吆喝呀？啊，买药糖嘞，谁还买我的药糖啊？橘子还有香蕉，山药、人丹，买的买，少的少，卖药糖的又来了，吃了马的味儿啊，有了马的味儿，橘子、薄荷冒凉气儿，吐酸水儿啊，打了饱嗝儿，吃了我的药糖都管事儿，小子儿不卖，大子儿一块。下面请您欣赏人鬼情未了表演者岳云鹏孙越谢谢谢谢现场的朋友们热情掌声非常的感谢哎啊今天哎啊别耽误时间啊啊
下地上等我啊。我现在就想鞠躬下去了，你知道吗？哎呀，万万没有想到，我先跟大家聊几句啊。是，今天这场演出是跨年演出，对，也是我跟孙悦2020年第一场演出。我们这一年就演了一场，第一场大型演出。对对对，前段时间我们去小园子演了几天，演两天啊，特别开心。今天跨年，刚才这个孔云龙啊，给大家，孔云龙还有我师傅于大爷。三位给大家说了一段传统相声《八马褂》，完美、啊、说明什么？说明明年要捧三哥了。是，哎，掌声送给三哥啊！恭喜三哥，恭喜三哥，三哥真好，是。哎，今天演得非常好。我们后台有这么一句话，叫做“接火不接泥”。对了，是什么意思呢？就上一场特别的火，我们愿意接，我们愿意上来演。是，上一场演得不好，我们就说实话不太愿意上来演。但是老先生忘这么一句话，嗯，接炸怎么办？上医院、啊、都炸了还怎么着？人家上一场太火爆了，太火爆真的啊、嗯，简直跟爆炸一样。老三们谁都没想到啊！是啊，我们在后台如坐针毡啊，就是演也不是，不演也不是。是，王海告诉我们，你们只有10分钟的时间。太可怕了，嗯。你比如说，我们演30分钟、嗯，跨年跨在我们身上，那不行啊，对不对？对对对，你不。不，大伙儿别忘了德云社姓郭呀，对不对？赶快抓紧时间啊！抓紧时间，把正事儿办啊！直接给大家表演节目啊！嗯、这个节目的名字啊，还不改，还叫这个人鬼情未了，只是我们快点说，好不好？这个我们每个人呐都有害怕的事，一会儿口风都变了。啊，您再来一遍。这个每个人呢都有害怕的时候啊，人有一怕，对对对，嗯，有的人怕高，哦，怕高，哎，有的人怕水，哎呦，还有的人呢怕火，是，就比如说我就怕火，你怎么怕火呀？因为我不能再火了，您再火就是火化了，啊，每个人害怕的点不一样，是是是，哎，我们后台很多演员都害怕栾云平。我怕小栾，哎，栾副总，因为他负责派场啊、分钱啊等等一系列的这个业务，他有实权，有实权，嗯嗯，特别的厉害，是。但是栾云鹏，什么鬼？该三哥火呀！你敢说错栾副总的名字？但是栾云平啊，啊，也有害怕的人。他怕谁？害怕我师父。哦，怕你师父。因为整个德云社都是我师父的。师父老板。我师父也有害怕的人。怕谁呀、啊？怕我师娘。哦，怕媳妇儿。我师娘怕郭芬阳。我怕儿子。哎，郭芬阳怕郭麒麟。那郭麒麟呢？分他财产。哎呦呵，家庭不和了。对，哦，后台对词没有这句啊。这个，我不让说这句。人人都有一怕。是是。但是更多的人呐。害怕鬼，哦，鬼神之说。我想问问今天在座的各位，有没有人见过鬼？你们都见过怎么来的这儿？我见没有，那见过来不了了啊！在后边，今儿这台是点阴森、啊。没有，你是三哥火了，怎么会阴森呢？啊，是是是，这个没有鬼。谁都没有见过鬼，哎，对，有这么句话说得好啊，您说，世上本没有鬼啊，死的人多了就有鬼。我听得像个老话啊，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就有路，哎，对对 对，有这么一句话，是，哎，这个确实是没有鬼，更多的都是人吓人，人编的，对不对？我们小时候啊，嗯、在我们小时候都在什么？小时候，于老师的小时候，别耽误时间了就。好嘞好嘞，说没有外伤花了 啊，没有外伤花，没有外伤花了，是，那就不可乐了，对对对，本身都不可乐，嗯，这个在我们小时候都听过很多的鬼故事，哎，都有，对不对？躲被窝里听鬼故事，哎呀，吓出一身冷汗，那种感觉是特别的好，哦，就比如说厕所里的灯，听过吧？灯怎么？哎，拿那个墩，没有回去听见，拿那个墩布墩，啊，墩着墩发现那个墩布那个头是个人头，哎呀，特别的恐怖，还有对面楼里的姑娘。对吧？楼里姑娘，哎呦，还有孙府的一声惨叫，这都是经典的这个鬼故事，听起来特别的。你等会儿，你不经典，前面那俩我就不管了。
怎么还有孙府的一声惨叫？这什么意思？孙府的一声惨叫，怎么还指名道姓呢？这肯定是你们家的事儿啊！多新鲜呐，对不对？我问你什么呢？别那么多废话，时间紧要啊！这个，这词儿有这词儿，这有什么废话？有这句，是这么回事。孙老师他们家呀，住在北京，多新鲜呢！北京四合大杂院，你知道吗？他们家呀，院儿也太乱了。四合大杂院本身是个四合院，嗯，他都租出去了，变成了大杂院，分租了给。哎，后边那一排，嗯，哎，你住里边，我住父母住中间，哦，这边住刘大爷，这边住刘，哎，怎么还刘大爷？刘大爷跟你父亲特别的要好，哦，老玩伴，哎，老玩伴，原来在一个单位工作，老同事，哎，大叔不愿意听是吗？要不我喊三哥行不行？马上就可乐了。好啊，等你回来啊，等你回来。刘大爷，刘大爷，老邻居啊，老邻居，老跟你父亲关系特别的好。是是。但是刘大爷有一个问题。什么问题？不会说话。哦，失语了。哎，对，失语，说话啊，就不用学。不会说话。是。经常跟你父亲在一起。啊。喝茶、喝酒、哎、下棋、唱 K， 天天在一起。您等，是吧？哎，那怎么唱？有那个专门唱啊的那个歌吗？对不对？这什么歌这么费劲呢？听着。不，时间。然后，你这有电是怎么着？就跟你父亲天天在一起，他可以旁边鼓掌啊。啊，就我父亲唱，他鼓掌。对了，我带着粉丝去的。时间长了，你妈妈受不了了。呵，我妈妈。对。你妈妈受不了了，嫉妒他们俩了。有一次，他们俩人，哎，手拉手回来，你怎么把手拉手还得？你妈就生气，那大老头子，你，嘿，这是我妈，这是我哥呀，这是，嘿，妈呢？女的细点声，干嘛呢？啊，干嘛呢？过来，来，咱俩吵架来，干嘛挑衅呢？这要 battle 啊！老刘，啊，唱不声就回屋去了。老刘，赶快翘吧，走，哎，走开。刚才忘说了，这个老刘啊，跟你父亲沟通的方式很简单，什么简单？摩斯密码。这比说话还累呢。摩斯密码，敲墙就可以。哦，敲墙啊！你父亲回到屋里，跟你母亲开始吵架，吵着吵着吵不过他。谁吵得过女的？男人吵不过女人，这是永远的硬道理。是是是。怎么办呢？赶紧喊隔壁的老刘，就敲墙。您等会儿吧，他说话都吵不过你，找一个不能说话的。老刘有方法。老刘大大大大大敲墙，大个琴的意思是我媳妇正在跟我吵架，我吵不过她，你赶紧过来。摩斯密码啊！你赶紧过来帮我。是，然后老刘那边敲墙，哒哒哒哒哒哒，大个琴的意思就是我已经脱了。你谁问他了啊？这边赶紧敲，哒哒哒哒哒哒，你脱了穿上也得过来，真费劲。这边哒哒哒哒哒，那意思是我脱得很干净，还裸睡还。一会儿老刘就过来了，穿上，禁不住你爸爸的诱惑，禁不住你爸爸的一直喊他，你知道吗？还诱惑过来了，哎，穿一跨栏背心，小裤衩，拖鞋往门口一站。就这人来我们家啊，开始敲墙，哒哒哒哒哒哒哒，站门口还得敲。大概琴的意思是跟你母亲说话，和我妈说。你父亲旁边翻译，嘿，老刘说了，我这样的男人世间少有。哎呦呦，如果你不要，有的是人要。你妈一听生气，更生气了，是，滚，你们俩给我滚！老太太急了，哎，你父亲搀着老刘站在院里头，这会儿院里头下起了瓢泼大雨，老天爷下雨了，电闪雷鸣，哎呀，站在院里大喊一句啊！就这会儿，天空中出现一道新型的炸雷，给这俩人劈死了。这天公作美，哎，孙府的一声惨叫，我爸爸让雷劈死了。哎，你跟你父亲关系特别好啊？啊，怎么着？你是你父亲的亲儿子呀，多新鲜呢！天天想他，天天想他。啊，这叫什么呀？思父成疾，好词儿。想病了。我有一次你自己在家睡觉啊、哦，我自己啊，媳妇呢回娘家怀孕了，对，自己在家睡觉。哎，等会儿，我媳妇儿，回娘家怀孕了，那还回不回我这儿了？回你这，她是先怀的孕，后回的娘家。哦，回娘家养胎啊？对对 对， 对，说清楚。时间的关系，我想紧凑一些。你别紧凑，紧凑我快离了，知道吗？回娘家怀孕了，嗯，就说你一人在家睡觉，我一人了。你父亲回来了。啊，你天天想，天天想，他回来了，魂儿回来了，魂儿回来了。哎呦，我爸，梆梆梆敲门，他一进不来，他敲门，因为门锁着呢。啊，哎，他有一个门栓子，大宝宝啊，门栓啪是一个蛇精，我们家不是鬼就是妖，你说，蛇精变的啊，
一会儿你爸爸想一办法啊，顺着门缝就进来了。您等会儿，您等会儿，干嘛？这是肉虫子，这是它在蠕动啊，它在顺着门缝。那你敲什么门呢？有这能耐？它得进来呀。你进去顺哪儿进不来啊？你从油烟机也能进来，知道吗？这什么孩子？说自己的父亲能从油烟机回家，这什么孩子？废话，你敲什么门都灵体了，这那怎么？你半夜做饭怎么办？一饿你爸噜回去了。我给我爸爸抽出去了，没听说过。你爸爸刚要回家，抽油烟机里碰脑袋，你这一个，你爸爸，对，我爸爸跟那菜味走了，顺着门缝就进来了。哎呀，行，哎呵，皮影戏，你看，真难受，头还挺晕。废话，瞧瞧我颈椎不好是吗？进来之后就扒拉你，还扒拉我，所以这这是抽我，这是扒拉我呢。起来，你睁眼一瞧，哟。啊！看见你爸爸了，看见我爸爸，我就问你怎么着？你这会儿怎么样？怕怕不怕怕？我是一人在家的吧？一人在家呀、啊。我什么叫怕怕怕不怕？不是你羞臊什么？我们俩合作那么多年了，没有见过他这么羞臊过。我觉得于老师他们就够过分的了。你什么叫什么怕怕怕怕什么意思？我这学不了这玩意儿。我就问你怕怕不怕怕？问我怕不怕？对，怕不怕怕怕不怕怕？因为我岳鹏什么玩意儿？这我岳鹏走的是可爱路线。行。干嘛叫拖着？不是害怕不害怕？这应该不怕我。对，那是你亲爹呀、啊，那不怕什么呀？肯定不害怕呀、啊。虽说是没了，但是那也不怕，是不是？不赶紧揉揉眼，嗯，掐一下自己，哎呦，是活着的，是自己是活的，哟，真的。您怎么回来了？啊，回来了。再看他爸，嗯，那什么，我跟你说点事儿，知道吗，宝贝儿？我爸爸瞎了是怎么了？干嘛这样？干嘛摸骨呢？给我，那什么，宝贝儿，那什么，嗯，你先把那红裤衩给我换了，好不好？红，我本命年死的爸爸。对，因为他死人他怕红。哦，我穿的红裤衩。对，你穿一红裤衩，赶紧、哦、红裤衩一脱。哎呀，去哎，跟你爸爸聊天，还得聊。爸爸，您怎么回来了？嗯，我主要跟你说点事儿。说什么事儿、啊？下次烧纸的时候啊，多烧点儿。我、哦、没钱了。咦，在那边买东西太贵了。那不是多贵啊？太非常非常的贵。你说说，是不是老刘？你说你贵不贵？哎、你等会儿，怎么还有老刘呢？老刘也来了，老刘正挤着呢。嘿。这俩形影不离了，这俩。哎，老刘站在门口，那边买东西太贵了。啊是啊，一碗拉面18亿。嚯、哦，加个鸡蛋3亿。一鸡蛋3亿啊！共享三车，你等会儿2亿。你等，一扫码就2亿。等，共享单车，在那边就是共享三车。哦，三车都共享。哎，一扫码2亿，押金还得100亿。到现在那100亿都没退我，退你也干不了别的。哎，哎呀，太贵了，是太贵了，孩子，下次烧纸烧多烧点。行，我多给您烧，答应爸爸，对，好不好？哎，行，答应，哎，行，我多给您烧就完了。还有什么要求？还有什么要求？说起这个扫码，我就特别生气。买扫码呢？啊，你下次烧纸的时候啊，你烧一个，多烧点手机，好不好？啊，你那边还要手机呢？要手机，我要那新款的那个指纹解锁的，好不好？哎，不，新款都面容，面容解锁不行。怎么呢？我当时跟你刘大爷被雷劈的时候啊，那个脸劈没了。哦，这俩面容解锁不行，无脸男俩。哎，对。哦。哎，只能那个指纹解锁。这俩不要脸，好不好？嗯，听见没有？嗯，答应爸爸。好，答应了啊！老刘，你说两句。老刘说：“打台球呢。”你刘大爷说他也想要。哦，他也要手机啊。嗯，老刘你说什么？说什么？老刘打。老刘说那个他想要个粉色的。啊，这个老少女。要粉色，还有重点，你烧手机的时候烧点充电器、耳机什么的，你知道吗？你那脸都劈成那样，你要耳机干嘛？啊？许我不要，不允许你没有。哦，这配置啊、哦！那当然了，行，这是必须的呀。是啊，行，我答应您。还有什么要求？还有什么要求？那个，你烧点这个电影的硬盘。
哦，看盘。哎，烧点电影的硬盘，还有是那个碟片什么的。哦，看。烧点那个烂片，好不好？您等会儿，越烂越好。您等会儿，越烂越好。这烂片谁看的？鬼才看呢，知道吧？行，找着市场了。哎，特别好，特别好。哦，行行行，爸爸，您在那边住的怎么样啊？啊，住的环境忘了跟你说了 啊，我们在那边住的挺好的。是啊，我们住在雷劈小区。雷劈，知道吧？等会儿。雷劈小区忘了跟你说了，我们是怎么过去的，住在什么小区啊？什么死法住什么小区？那边有无限多的小区。哦呦呦，有雷劈小区、心梗小区、脑梗小区、哎呀啊、车祸小区、哎呀蹦极断绳小区、各种小区。是蹦极还断绳了啊？这是好小区。还有不好的小区？不好小区有什么呀？啊，什么诈骗小区？哎呦，拐卖妇女小区。嚯，拐卖儿童小区。哎呀，啊，就这帮人在那边住的特别不好。是吗？他们的小区没有水，没有电。哎呀，啊，也没有物业，没有人给他们烧纸。哎呀，他们在那边过得死不如死。就告诉你，在这边得当好人。所以说，你在这边尽量要做好人。是是。那么还有一点，就是你来年啊，就是你尽量不要去蹦极，好不好？因为你暗示我干嘛？对，你将来可能要去蹦极断绳小区，你最好来我们这个雷劈小区。为什么呀？因为我们雷劈小区有一个优点。什么优点？特别亮。哦，老打着雷，特别亮，亮一回来一个，亮一回来一个。那你要什么充电器呀？许我不要。哎，不允许你没有。行，好好好好。哎，这太阳能呢还？哎，爸爸，您在那边过得怎么样？有没有什么娱乐活动啊？啊，平时消遣。有。嗯，我们还有那个视频网站。那还有视频网站呢？对。哦，对，我还得充那个会员。那边也一样。那当然，好几百亿呢。好几百亿。好几百亿充。不充会员就只能看广告。哇，那还有广告？哎，那边还有个什么好节目？什么节目？什么逗笑社，知道吗？邓小社侯宝林带着他的徒弟们做综艺。侯大师，哎，哦，有爱徒啊、儿徒啊、宠徒啊，什么都有。里边还有一个演员啊，不参与这个投票啊，插科打诨。那个演员一般，现在已经不红了，你知道不？哦，那这倒两边都一样，倒是是不是啊？是，他被那些个特别红的演员，他被那个帅的演员盖过去了啊。是，嗯，活该。大点声，那个。找心理安慰来了，马上三哥就红过你啊！不要提三哥，那个爸爸，你在那边你看我的生死簿了没有？啊，得查查我生死簿。哎呦，我的寿元啊，我还真看了。我那天我给你刘大爷，我们扫了一个共享丧车，带着骑着我们就去了。好，去那个 YLD 大厦啊 ，YLD 大厦是什么大厦 ？Y 阎罗殿，起这个名字有意义吗？有意义，真行！一共18层，哎，坐电梯到了18层，嗯，其中有一个生死簿办公室，哎呦呦，哎，投个币就能查了，还得花钱查，哎，嗯，我查到你了，查到你死于2021年春，哦，没几天了，然后你将来会去蹦极断绳小区，啊，那就是春游死的吧，这是啊，春游的时候尽量不要去蹦极，您放心，我都不出门了，这是尽量。来我们小区，好我非得雷劈死呀，我好不好？真行，答应爸爸，答应爸爸。哎，不，这你别瞅我了。哎，答应啊，是答应啊。哟，爸爸，还有个问题啊，那个岳云鹏的生死簿您看了吗？对，我的搭档。岳云鹏的生死簿我也看了。怎么样？他死于什么时候？2098年。嚯，他得活100多去。对，老艺术家了。哎，他是怎么死的呢？嗯，我也查了，岳云鹏最后是爽死的。挺好。哟，爸爸，那个投胎是怎么样一个流程呢？怎么投胎呀？我赶快。哟，投胎很简单，嗯，啊！你首先你到了那边之后呢，那个你先去喝一碗孟婆汤。哦，忘去前尘往事。哎，哦，你可以喝，也可以不喝。我跟你刘大爷就没有喝。哦，你们俩不喝。喝一碗孟婆汤，嗯，然后走奈何桥，回到自己的小区就可以了。哦，就完事了。哎，现在孟婆汤那边啊，特别的缺德。孟婆怎么了？孟婆的汤特别赚钱。啊，是啊。第二碗半价。你说谁喝完第一碗，谁还记得喝过第一碗，对不对？我就拿这赚钱，那就拿这赚钱啊！哎呀，有的人24小时在那喝，哇，就一直在那喝，爱小便宜的。对，然后你回到自己的小区之后，
过了没不用太长时间，你就可以去那个上那个投胎网啊。投胎网，哎，投胎网，你写清楚了下辈子想做什么，给谁当牛，给谁做马，找谁复仇，给谁报恩都可以。哦，对，是申请表，只要上面批准了，你就可以去投胎了。考学是一样，明白了吗？明白了。就这会儿，老刘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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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刘干嘛？敲门。嗯，老刘，哎呦，刘大爷说了，嗯，他困了，他困了，我们得回去了。您等会儿，二位。二位都到那边了还熬不了夜呢。熬不了啊，你们俩不就应该这时候出来吗？熬不了，一会儿鸡叫了，我们更能难受了。好，我们就回去了啊。回去吧。俩人回去了。嗯，就这会儿你接一电话。我手机来电话。你媳妇那边生孩子了。哟，生了。生了。哎呦，赶紧开车奔医院。是，到那一瞧，手术中。哎呦，还没完事儿，护士就出来了。哟，孙老师，恭喜您，贺喜您。怎么呢？给您生孩子了。生了。而且生一双胞胎。哎呦，这俩人特别的好。是吗？一生出来有一个优点。什么优点？会说话。说什么呀？答应爸爸。你的。下面请您欣赏做梦专家，表演者郭德纲、于谦。好，谢谢这大哥啊。哎，好，谢谢啊。哎，我也发现了。哎，行了。哎呀，行了，少说两句。刚才是孟鹤堂，对，小孟，周九良啊，是我俩徒弟。嗯，让他们俩下去休息一会儿。哎，换上我和于老师来了，我们说一段。好感慨啊。是吗？好久没怎么说相声了。真是。嗯，小一年了。嗯，去年演完了，坐在这后台累得跟什么时候，就说哎呀，这要能踏踏实实歇一年得多好。嘿，你瞧瞧，心想事成啊，你这嘴开了光了。那是啊。嗯，这个也不叫事儿。是吗？啊，人生一世什么都会遇见。哦，啊，这不挺好了吗？是啊，天下太平挺好，日子还得过。嗯，多开心。又说相声啊。你要是老不说相声啊，观众爱瞎想。这能想什么呀？这帮人出事了吧。德云社啊，准是有问题了。这能一帮人都出事儿，都谁？高峰。高峰啊。啊，可能是上泰国做手术去了。想多了可能。再回来能生一大胖小子。啊，孙越也出事了。孙越也做手术去了。孙越抓起来了。哟，这是刑事案。孙越跟人家裸聊。裸聊，结果对方吐了。太腻了。因为人家吃素。哎，对，所以报警了。现在那是恶心了。孙越出事了。哦，郭德纲也出事了。是啊，郭德纲不会开车，愣开车。哎呦，他儿子给他买一个劳斯莱斯。这还是豪车呀。开着车就掉沟里头了，交通事故。哎呀，于老师也出事了。我能出什么事儿啊？于老师正挖沟呢。嚯，好家伙，劳斯莱斯掉下来了。哎，好，这我砸死了，合着是。哎呀，所以说得好好说相声。对了，咱们又没有别的手艺，只会这个，就会说相声。大伙儿看着咱们哈哈一乐，对咱们来说这是多大的荣幸，这就是成就感。江山父老能容我，不使人间造孽钱。郭德纲、于谦代表德云社400多相声艺人，向我的衣食父母致敬。对，谢谢各位，谢谢。真说了，我们俩合作20年了，是多快呀！太感慨，好，咱一块说相声都20年了。你瞧，20年，那等于我认识嫂子就是21年，是吧？你老跟他比什么呀？你怎么会认识他就21年？我得批评你们，你们不能这样啊！你说我这话写在纸上，你说哪句有毛病？对吧？写哪句都没毛病，您说他干嘛？我这么一个正人君子，都让你们给带了坏了。你
是您这人才不信呢。不是真的，就是你们闹的，人嫂子也跟家看视频，看完他也不乐意。能乐意吗？你那一见我，你别走啊！你跟网上你台上你又瞎说了吧？可不是吗？你招的观众就笑话我啊！我说没有嫂子，咱们都台上说着玩嘛，你以后少说，知道吗？真是，记住了吗？记住了，嗯，真是的，嗯，这天那么冷，穿秋裤了吗？哎，管着管不着啊他！我说穿了，你少来，你准没穿啊？你过来，干嘛呀？什么？穿秋裤，我看看。不去，不，这转的也太快了，这个写下来哪句有毛病？你告诉我，哪句都有毛病了。说到这儿，也谢谢各位成全我。什么呀？你这我们这都是打小一块长大的啊，倒是发小。我真的，我看着谦哥，其实有时候特别感动。怎么了？都有白头发了。你这岁数到了，那个小的时候，我认识他那会儿，哎呦，那个小脸蛋啊，粉嘟噜的，嚯，好家伙，怎么还打一嘟噜到这儿？一掐一兜水啊！您太使劲了，那个嫩呢！你看这岁数年轻。小时候我们在学员班那会儿啊，他外号嗯叫小阿哥，小阿哥，哎，《还珠格格》都看过吧，阿哥。哦，小太子养尊处优，富贵人家。嗯，他叫小阿哥，就那么洋气。我叫皇阿玛。哎，我们小哥俩那会儿啊，说实在的，不是哥俩了，不是哥俩了啊啊！您都成我爸爸了，您别净说这个玩笑话。谁弄得还跟你开玩笑？弄得我怪臊腾。谁呀？就是一块长起来，就这份交情啊，20年没红过脸。啊，没拌过嘴，哎，就是这么好。我看着他也高兴，他看着我也高兴，这不挺好吗？他问我穿没穿秋裤，我说我穿了，他说没穿，他不信。您这是跟谁说呢？这是啊，哪儿怎么又穿秋裤的事儿？跟谦儿哥啊，您说清楚了。确实这么厚道啊，亲哥哥也就是如此啊，关系真好，本性善良，就是说我呢，喜欢小孩，喜欢小动物啊，这就善良吗？您记着啊，爱小动物的人，都是这份儿的，对，心善。我上家去，好家伙，我一进门我就乐了。怎么？跟家那招猫递狗呢？你瞧这词儿就不好听。不是招猫递狗，养小猫了，也养小狗了。哎，逗猫逗狗呢。啊，小狗在这儿待着，小猫在这儿。啊，他过去打那猫，啊，想让猫误会是狗打的，好打架。嘡，猫一回头，他这乐了，狗打的。我说这干嘛？我说这干嘛呀？我家里没人，我自个儿还往沟里跳呢，合着你就多单纯善良。我这叫傻，这个养小动物，什么动物都养，都喜欢呢。养那个宠物猪，你说这他啊，小香猪这么大一猪啊，我一看，好家伙，我看见猪我真是感动。您怎么又感动了？那猪残疾猪，我给收养了，三条腿后边有条腿装一个木头腿。假腿跟那儿嘚儿嘚儿那么走，还养呢。你说那么个破猪他还养啊，就感觉说这人善良。你瞧，过两天又去啊，这猪两条后腿都是木头，又少一腿啊。再过几天前腿也一条木。谦儿哥，您这猪怎么了？是啊，兄弟，啊，这么好的猪，你舍得一次吃完吗？嘿，好，留下顿呢，还感情好。吃猪啊，让人感动啊！一晃20年下来，要感谢谦儿哥对我的帮助啊！您太客气，因为说相声嘛，天下最简单的艺术形式就是我们，就是聊天嘛。但是最难也是我们，那倒是不好说，不容易。老得研究，都得琢磨语言的艺术吗？啊，哪怕一个儿化音，我们都得琢磨搁着哪儿合适啊，这是得研究。你看嘴里边差一丁点儿，观众听着会觉得别扭。没错啊。谦儿哥啊，谦儿后边加一个儿化音，谦儿哥，对，这就行，嗯啊，谦哥就不好听，他就不好听，对，单摆福哥也不行啊，谦哥儿，你看这，就儿就不要是吧？啊，阿哥说的对，谁说的呢？你们就不要，我们就老得研究这个，是，你看，包括有时候说话的时候，您发现没发现？您也是啊，啊，有时候说话爱比划，怎么叫比划？啊！我告诉你这件事情，我只能通知你。不，哦，这就一边说一边比划。我那天就琢磨这个，你看，
一个字儿俩字儿哈，简单点还行啊，笔画多了也不行。笔画多了比划不怕。今天邀请您各位，嗯，咱们来一场饕餮盛宴。菜凉了，嘿，菜凉了，回来吧，快写完了，这行了，行了。这都臭了，这都。你看，你、啊、别人不研究，我们就研究。啊，你包括，嗨，你呀、啊，别什么什么不什么的了。什么啊，我很天真。你呀、啊，别什么天真不天真了。啊，你这个字儿多了也不行。啊，多了怕什么、啊。我认识于谦，什么于谦不于谦，这都行。啊啊，我觉得这事儿啊，就想起那诗来了：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你呀、啊啊，什么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你说的对。哎，这嗨。不抬杠了，这个就得研究。那是说相声得走脑子呀。啊，对，我们不能落后。现在网络时代，人上网一搜，贵为什么过去说相声好说呢？嗯，对吧？那观众就老在这儿待着，听这一段，听完了明儿来，他得会一段就好干。嗯，现在你台上一说，人家把手机掏出来，夸一搜，你这胡说，哟，现在观众不好骗。什么叫骗呢？所以说，要求从业者，我们都得有手机。嗯，啊嗨。就这基础啊，你得赶着他之前先搜出来，老得搜，你要不然怎么弄啊？啊，否则的话我们就被时代的草鞋抛弃了。还穿草鞋呢？我们要追上社会的鸡毛信。呵，好家伙，没多快就得研究啊。您这琢磨就不研究，我真特别爱研究。您勤奋。因为对于相声演员来说，嗯，没有用不上的，你说都能用得上。你比如说最近我就研究这个。研究什么了？研究做梦。这做梦有什么可研究的？嘿，列位啊，没有人没做过梦啊，可以说是都做过梦，除非您家里没有床，是吧？啊，这嗨，你躺地上你也得做梦啊。就是啊，对不对啊？过去中国人老研究这个梦啊。哎呀，做梦怎么回事？梦见这个怎么回事？梦见那个怎么回事啊？其实科学家讲话了，所谓的做梦，人休息了，大脑皮层没有休息哦，他还在工作。嗯，把你之前的一些个存储的记忆释放出来，哦，结合你白天所接触的一些个场景、一些个事物，把它再现出来。日有所思，夜有所梦。但是过去确实街头算卦的，还有给你圆梦的，嗯，啊，说是梦见水就好，水怎么好啊？发财。哦，水代表财。哎，于老师做梦，汪洋大海这么些水，这就说明要发财。哦，一睁眼，嗯，尿炕了。哎。这泡还挺大，那是发大财了。哎，这行了，这不至于。哎，梦见水就好。哦，梦见鱼怎么样？也是发财的意思啊。鱼也代表哎，富裕啊。富裕其实很牵强啊。有鱼剩的钱，梦见鱼好啊、哦。说这个梦见小小子不好，小男孩怎么不好？说这是有小人。哦，这代表小人。嗯，小孩嘛，小人嘛，对吧？哦哦哦，梦见女孩就好了。女孩怎么样呢？哎，女孩是贵人。哦，女孩叫千金嘛。嘿，哎，是这有贵人扶持、哦。这么解释，说梦见上月亮上摸一把，哟，这代表什么呀？说能当皇上，这这么好？这个不准。怎么不准？我梦见300多回了。您现在呢？还说相声呢？那就说相声嘛，我也没看见这三宫六院啊。啊，所以这个梦的不准确啊。这下回别梦。嗯嗯，努力啊，努力。还有一种说法，梦是反梦。哦，有这么说的。各位准听过，梦是反梦。是是是。哎，梦见上面牙全掉了。哦，这个别害怕啊，没事。反梦。反梦。就是下边牙全掉了。嗨，那还得怕呀，这个。你看这挺有意思。是这么解释吗？我在我们后台说相声这帮，他们谁做梦都爱找我聊。您会解这个？我爱跟他们聊这些，就想他为什么会这样。哦，嗯，你比如岳云鹏，岳云鹏做梦找你了，师傅做梦了。哦，好好说，别见起浪当的 啊。先说梦，梦见什么了、嗯？我害怕。怎么了？害怕什么呀？嗯，我昨天做梦，梦见自己变成一条牛，哟，在山上吃草啊，孩子。这就是个梦而已，对，别往心里去，不是真的。我一睁眼，床上那凉席儿没了。好家伙，吃了，赶紧上医院摘去吧。啊，对，赶紧摘去。嗯，你说这怎么弄，对吧？啊，包括我们这那高峰，高老板也梦啊。高老板也梦，高老板差着，高老板他媳妇儿，他怎么了？高峰的太太，叫媳妇儿。一睁眼，高峰，怎么了？我梦见一个嗯大钻戒。
这不错，这个是什么意思呢？你看，高峰乐了啊，跟我来这一套，明白了。行啊，那个我先上班去、哦、啊，等我回来，你就知道梦见钻石是什么意思、啊、还有点小情趣，媳妇儿高兴坏了、嗯嗯。等一天，好，晚上高峰下班，嗯，拎着那个包装盒就回来了，还有礼盒搁在这儿啊，媳妇乐坏了啊！梦见钻石什么意思呀？是啊，打开看看，哎，自己看，真好。打开包装，蝴蝶结都拆了，啊、是什么？里边有一本《周公解梦》。哎，真是让自己看呐！看吧，可不是看吗？以后就不用问我了啊！哎，对。嗯，那你说每家日子不一样啊，多缺德呀、啊！高峰就这样 啊，挺好。孙越他们家也爱做梦，孙越也找您了。孙越各位都知道哈，大胖子，我们这说相声的大胖子，哦，300多斤，是，站在桌子里边几乎都快漾出来了。哈哈，这些词儿用的。他那裤衩绣上花就是个桌围子，好家伙，就这么大，巨胖无比呀、啊！啊，哎呀，他媳妇儿特别好。两口子特别好，日子很好，是吗？两口，你想跟孙越一块过日子，那个玩意儿是吧？啊，他得多能吃肉啊，是吧？嗨，晚上睡觉，孙胖子还得躺在床里头，他喜欢睡里头，胆小。哦，别看这么胖，他胆小啊，他老怕人家偷他肉。啊、谁那么爱吃这肥的？也是小时候穷怕了。嗨，睡觉他得躺里头，嗯，小喜躺在外头。别提小喜了，哎，睡着了，嗯，睡着了。孙胖子，你想那个身体，他这个玩意儿，他不是特别健康。哦，怎么不健康？啊，太胖了。是，哎，夜里呢上厕所的次数就多。哦，有点嗯，上厕所，嗯，好家伙，哎，一咕噜，嗯，咕噜下地上厕所。哎呦，一会儿再回来，一翻身又咕噜回来，上床。哎，他睡着了，他媳妇哭醒了。那是做梦了吗？做梦了。梦见什么了？梦见车祸，大卡车来回压两趟。好家伙，好，哎呀，有那么沉吗？这个您那真事儿吗、啊、哦，小喜是因为工作压力大，所以他容易做梦。哦，他是工作上面的事儿。哎，工作压力太大。什么工作呀？搬砖的。小喜哦，工字搬砖啊，干粗活。呼，好家伙，能干。你别看他一个女同志，他一个人盯4个农民工，能搬砖。呵，白天搬一天砖，嗯，晚上回来做梦又梦见搬砖。好、哦，嗯，早晨起不来了。那是搬一宿一天，你这玩意儿。这后来孙越说：“我给你换个工作吧。换”换了吗？哎，找朋友给他媳妇儿换工作。嗯、换干什么了？卖保险箱，保险柜。呵，他媳妇一个人能抱俩、嗯、啊？盯8个农民工，还不如搬砖呢。这个啊，你说这玩意儿、嗯，你不服行吗？我也做梦。您当然也我也做梦 啊，做什么梦？哎呦，晕晕乎乎的。哦，哎，就飞起来了。啊，您能飞了？飞到天上了。啊啊，看见上帝了。您都见着上帝了。啊、您好，客气。我是郭德纲。小郭同志来了啊啊。那个让他们炒菜，这炒菜，炒菜，准备酒，大排宴宴，好好的款待郭德纲先生。不，干嘛这么热情呢？我那必须的。为什么？这么些年，终于有一个说相声的上天堂了。哦，嗯，剩下都下地狱了，是吗？好家伙，就一个，坐。哦，不，您坐，兄弟，来坐坐。嚯，称兄道弟了。哎，点一颗。还让烟呢、啊、不会抽。哦哦、啊、你喝水 啊最近忙吗？这上帝怎么那么厌气呀、啊、这啊挺好的啊，是托您的福，挺好的啊。挺好的，完了。行这行了，来了咱们好好聊一聊。哦，是，我说我也没来过这儿啊，啊，我也不知道我需要做什么、嗯、没有什么啊。没，不需要。你来到这儿了，就肯定会得到一份奖励。你给个职位。那，你想做点什么？嗯，或者你有什么特长？哎，你说着特长。我说我就是会说相声啊，老实，哦，善良，嗯，说话算话，嗯，啊，爱世间万物胜过爱我自己。你住口。嗯，
我不会把我的工作让给你的。嘿哈，这你要抢上帝的活。说点别的吧。啊，我没有别的想法，我很单纯。哦，你好歹说一个。对呀、啊，说点什么呀？对啊，我说我就是天天总工作，也没有工夫出去什么喝个咖啡呀、啊、看个电影啊、逛个街什么的，可以。什么叫可以？你现在尽情的去逛街，哦，去玩，喝咖啡、荡秋千都可以。好、哦，跟于谦的媳妇儿一起可以吗？怪害臊的，好害羞。这上帝怎么那么缺德呀、啊？这上帝，什么话这叫？这废话，你该干什么干什么，干嘛跟我媳妇儿去？就是我们就这种哥们儿之间这个交情。谁哪儿哥们儿？我一看，勉为其难吧。啊，哎，反正在梦里边，我跟嫂子我们俩荡秋千，喝咖啡，啊、哦，看电影，你瞧，泡脚去，还泡脚，洗澡去。哎，出去。洗澡去像话吗？不是，他洗他的，我洗我的呀。你以为呢？啊，在同一条河里头。哎，这嗨，别提这个。很高兴，突然间、醒了。哦，还挺伤感。醒了吧？真高兴的时候，这就说明我不拿谦哥当外人。而且我怎么没觉得？我转天醒了之后啊，我白天我还找了去了。找我干嘛？哥跟您说点事。啊，我这做梦。我就跟嫂子那个吃饭、喝咖啡、看电影、荡秋千，实话实说，对吧？实话实说，但是好像他这个情绪不是特别好。啊，您也能瞧出来，合着。啊、我说完了，我踏实了、啊，我不会有任何瞒着我哥哥的事情。你是踏实了啊？我做个梦都告诉他。哦，我走了。哎，他这不行了啊。啊，想，哎呀，犯愁了。可不是得犯愁吗？心窄，这叫心窄啊！把孙悦找来了，要跟孙悦聊这个事儿啊！我要倾吐一下啊！胖子，别比划了，您这。郭德纲做了个梦，啊，梦见跟我媳妇儿喝咖啡，看电影，是，荡秋千，对，你说我怎么办？啊，不至于变这么快，你知道吗？怎么说着说着就变呢？我怎么办？行了，孙悦都傻了。还有这好事呢？啊，好事儿，你怎么想的呀？不是啊，兄弟，你糊涂。对，他们两个如果照这样发展下去，我的那些个钱就保不住了。想的是钱呢，我些个钻戒啊，我的大项链，我的手表，我的现金，没媳妇什么事？他们俩要全给我拐走了怎么办？哦，孙悦一听傻了。啊。哥哥说的对，想起来了。但是我有个办法。什么办法？让我媳妇儿啊，给您弄一保险箱来。他上这儿推销来了，弄来吧。弄来管用吗？一会儿，小喜给你背了一个。啊，这富过来的。哎，来了啊！钱儿可踏实，保险箱就一块石头落了地，这就有安顿了。当天晚上睡觉没有睡得这么好的了。心里踏实的，特别放心，是吧？转过天中午还请孙胖子吃饭呢，我得谢谢他呀，兄弟啊，敬你一杯，高兴，真喝。哎呀，嗯，我问你个问题，什么问题？什么时候可以放你嫂子出来？哎，我把我媳妇儿关里了，我这概念有点混乱了，我觉得这是做梦引起来的后果。哦，但是要说做梦，嗯，没有比谦儿哥做梦做得好的了。你想，我也是做梦，人家梦的都是美梦，啊，我做什么美梦？于老师做梦啊，梦见自己是一个大学生，嚯，大学应届毕业生，哦，刚毕业，专业学的是按摩，有这戏吗？这大学啊，没有吗？没有，哪有按摩戏呀？对不起，我因为我离开大学的时间太长了，我。啊，好，谢谢同学们，谢谢啊。谁跟你同学？这都是同学们啊。哪儿啊？哎、反正于老师大学生就没有那戏啊。毕业之后，那就整个社会上就都吓傻了。怎么吓傻了？来了个人才。哦，就我就有能耐。嘿，什么都行，有本事。那是，画画也好。哇、哦，这也行。于老师画虾。嚯，哼，画的跟天妇罗似的。哎，我画炸好了的虾呀。你看他的画，你准得流哈喇子，就那么馋，太棒了啊！哦，到杂志社去当编辑，
文学我也可以。哎，国外的大杂志请于老师当总编辑，你看看，国外有一个花花公子，啊，花花公子的那个叔辈兄弟的杂志社，那叫什么名字？花子公子。啊，我这要饭的儿子那儿干活去了，反正就是梦里边嘛，一会儿一变，一会儿一变。哦，就那儿了，突然间又变了，又上哪儿？于老师变了，他到这个到夜店去工作。啊，这上那儿做了一名 DJ。哦，夜店里边有 DJ， 就站那儿又玩那电磁炉。呵，啊，电磁炉。我在烫着，我给不是他们有一个滋儿的滋儿的滋儿。什么叫是不叫电磁炉？您呢？反正不打碟去了，上那儿不懂不懂不懂啊！不懂别瞎说。反正到最后，于老师事业有成。我这好都摁锅里了，我有什么成啊？我的事业有成啊，成为一个大企业家。哦，做买卖成功了。哎，你成一个大企业的，你叫撞死人，撞死人，撞死个人，撞死人？不是，你是头一个发展，你撞屎上了那个。不是，怎么那么恶心呢？你是个撞屎的人。不行，那叫撞屎。哎，对对，撞死人，他撞死人，还是撞死一人。反正事业有成吧。那你就说有成。哎，事业有成，然后你就上天堂了。我刚有成，我就上天堂了。哎，上帝哟！啊，谦儿啊，他认识我。快快快快快快来快来快来！嚯，走错地儿了吧？谁走错地儿啊？我也奔那儿去似的。你下边，我就该上这儿来。啊，坐坐坐坐坐。哎，嗨，您好啊。不会吧？会。我也没羞没臊啊。哎，这你要是肺癌死的天堂上可惨点儿，你知道。你都到那儿了，你因为抽烟死了就不合适。啊啊，行，你抽完就走吧，好吧？干嘛轰我呀？不是郭德纲来还大排宴宴？是啊，今儿个就咱俩不值当的起火，真的。怎么就不值当？你抽一根就回去吧啊！你上这干嘛来了？我这上来，我不知道，我瞧瞧您来。对呀，你等会儿。嗯，你父母也在这儿。哟，我们老爷子老太太都在。呵，一回头。啊，一道金光，于老师的父母，慈祥的老爷子老太太，嗯，手拉手也站在这儿了。你看看啊，嗯，上帝一瞧，来一颗吗？我说这行，不抽，一辈子不抽，是不抽的全让。多大年纪啊？嗯，我们老两口啊，啊，都七十岁。这是我儿子啊，哎，这是我儿子。都知道了，嗯，上帝，啊，我知道了，怕不清楚吗？啊，这现在全清楚了，嗯，好好好啊，嗯，哎呀，老两口子一辈子做好事儿，今天到这儿来有什么想法吗？哦，老头说，我一辈子安心工作啊，就特别想现在有时间了，我要周游世界，这是一个愿望。上帝一挥手，哦，一沓机票，嚯！给您，这是尽情的去玩，全是世界各地的，啊，去玩吧啊！你看看，你爸爸高兴啊，哦，太好了。还有一个不情之请，那您说，我们两个人都是七十岁了，是这个周游世界，我想跟一个比我小三十岁的女人一起去。老爷子也有点没溜，啊，上帝乐了啊，说到做到，满足吗？走你，这是一挥手，哦，你爸爸一百岁了。把他变大了，这上帝这脑筋急转弯，这是。上帝说怎么样？啊，大爷，惊不惊喜，意不意外？谁跟你猜谜了？这是不是好好玩？什么乱七八糟的？你爸爸傻了。啊啊！哎，对，都这样了。啊，嗯，谦儿赶紧过来了。是，妈您也来了。啊。爷爷您好，爷爷干嘛呀？一百了，这个不，那也不能这么叫啊。老头说：“别闹 啊，别闹，别闹。”是，儿子你也来了，嗯，我也来了。您这是要周游世界？对，是是是，你甭管了啊。哦哦，我跟你妈周游世界去玩去吧，啊，你好好的啊。哎哎哎，您放心，我没事儿。哦，你那个工作怎么样了？还关心我？很好，我那个画的虾像天妇罗，就别提了。我还会打碟滋滋的电磁炉啊啊！我还是一个企业的撞死过人啊。行了。
都是我那好那好、个人问题解决了吗？就是结婚没有？哎呀，您放心，已经结婚了，那就好、啊，挺好。那个、我媳妇儿跟郭德纲还打秋千，说这干嘛呀？啊，那可不重要，不重要，孩子这都不重要、啊，不重要。那个有孩子了吗？啊，问这个。嗯、孩子也有了。那好，您踏实住了。嗯嗯，孩子是你的吗？哎。您放心，一定是我的。那没跑。老头乐了，哎，那就好。对，千万别走我的老路啊！哎，去你的吧。下面请欣赏相声《学评书》，表演者高峰、栾云平。哎，谢谢各位父老乡亲，给您鞠躬。哎呀，太热闹了、哎！是，我都听入迷了。好家伙，我都听睡着了啊！刚才这个节目啊，说的真好。哎，也是叫八马褂，嗯，但是呢，是他们全新的啊啊，这个一个邵副总，一个郭班主，哎啊，一个曹 HR 是吧？反正、HR、啊，都是领导啊，三个领导在台上说相声，未免有点官腔，嘿，未免有点紧张啊啊！但是呢，也收获了一定的效果，对啊，还把马褂给落这儿了，嗯，这是咱们的收获 啊， 啊。三位演员呢，说了这么一段群口相声，后台呢稍事休息，把我们换上来呢，稍微再给您说上一点儿，嗯，您放心啊，就给您说一点儿，就一点儿、啊，因为一会儿呢，郭老师还得出来表演，他们再说一点，让他喝口水啊，换换衣服，哎，啊，跟于老师呢再捉会儿迷藏，啊，哎呦，于老师演完就藏起来了，嘿，不知哪儿去了，逗逗闷子俩，哎，我们给您说一点什么呢？也是我们相声里边独有的啊，说学逗唱，这是我们四门功课。对，以说为主，以学当先。嗯，刚才这个报幕员给您报了，这个节目叫《学评书》啊，评书啊跟相声差不多，都是说，好多朋友分不出来，是吗？真的。你看刚才郭老师演那个《济公传》啊，您说是叫单口相声啊，还是叫评书啊？哦，他报幕报的可是单口相声。对，郭老师说的过程当中呢，你看啊，我这是说书啊，怎么怎么着？哎，他又说书了，他又说书了。哎，所以呢，郭老师的单口相声跟说书啊没有太大的区别。嗯，啊，其实都一样。啊，这个单口相声侧重于笑料，是分不出来。说评书呢，侧重于故事情节，对，对不对？啊，你要是郭老师刚才说这段是全新的《济公传》，全新，哎，你全国都买不到。这是什么意思？就是出版的那些。哦哦，你买的是过去说的啊，今天这新的，全国买得到吗？买不到，哎，买不到啊啊！就是郭老师啊自己啊重新整理的这个《济公传》。嗯，你看这个相声评书啊，它里边有区别，这分别在哪儿呢？刚才我说了啊，评书是以故事为主，相声是以笑料为主，找乐嘛。哎，另外评书里边有夸张，还有夸大的成分。哦，嗯，这您注意过吗？您举举例子行吗？您比如说吧，啊，想说这个人呐，啊，劲儿特别小。劲儿小，哎，六个字，嗯，手无缚鸡之力，这是什么意思？就是劲儿小啊，啊，连小鸡儿都制服不了，那劲儿太小了。那个小鸡，尤其是刚出壳那个，嗯，跟鸡蛋一边大，对，劲儿小的制服不了，嗯，制服不了。这小鸡儿劲儿太大、哎，手无缚鸡之力。嗯，要说这人劲儿大，劲儿大怎么说？四个字的评语，哪四个字？叫钻铁如泥。这又怎么讲？还不明白吗？您说力量特别大、嗯，他钻这块铁呀，就特别泥，哦，就跟泥一样，就这么稀了吧唧的，哦，这么软和，钻铁如泥，钻铁如泥，你听这字眼多好，全成泥了。哎，没有这种人，嗯，这是夸张，是吗？要有这种人，什么这个首都钢铁公司啊，啊，鞍山钢铁集团呢、啊嗯，都得黄了。怎么黄了？把这位请去就完了。嗯，别的人用不上了。是，想做什么吧？做罩链，罩链漏勺，揪一块铁，啪啪啪一拍，噗噗噗一捅，漏勺做好了。嗯，您说多快？是，哎，这就是夸大，不可能。比如说吧，想说这人呢，大高个儿，个儿高，大高个儿，您怎么形容啊？要我说，你要形容大高个儿怎么形容？要闹着这多高？个儿真高啊！
这上过学就是不一样啊。您让我个儿真高啊，这不行，是得说个例子。例子，哎，我问问您吧，我这例子太多了。您虽然是北京人，嗯，但是您对天津也比较熟悉。我知道天津劝业场那楼不算矮吧？啊，可高，嗯，多少层啊？多少层？最起码两层往上。嗯，没说一样，嗯啊。劝业场估计得有七八层，哦，他也不知道，啊，这人个儿高到什么程度啊？坐在那个劝业场那个楼顶上，嗯，两条腿啊，搭了到地。你说这个儿高不高？哦，坐那个楼顶上，这是劝业场啊，坐楼顶，两条腿搭了到地，踢那小汽车，个儿高。您说这位啊，个儿不算高，个儿高不？我跟您说。嗯，我小时候我姥姥抱着我，我见过这么一位。哎呦，我们亲家抱着你上哪儿了？这段节目就不要伦理哏了好不好？我这无处不在，嗯，哎，别找便宜啊。您介绍抱着我瞧见这么一位。哦，这位个儿大高个儿啊。哎，这样吧，您说坐在这个天塔高不高？天塔够高的，坐天塔上400多米。对，天塔上，嗯，哎，坐天塔上。哦，您是北京那天塔还是天津那天塔？北京有天塔吗？北京也有一个电视塔呀。啊，嗯，不不，在这电视塔上。哦，往下边看。看什么？就能看见这么一位。哦呵，这位啊，那儿看见的，坐在这井底下。那你提天塔干嘛呀？啊，坐井底下，你刚才提半天天塔干嘛？这不是玄幻吗？这不，天塔那上面看只有天塔湖。我们副总都这范儿，你不知道吗？哦。这是副总们都云山雾罩的，哎哎，坐在这井里边，坐井里边，对对对，坐井观天，脑袋嗯顶着天，嗯，您再说一遍，您简单说一遍。这人坐在井里边，坐在井里边，脑袋顶着天，这不是胡说八道吗？怎么会胡说八道呢？这人坐在井底下，他要想上来这倒可以，嗯，坐在井底下，脑袋顶着天，脑袋顶着天，他要一站起来呢，天就漏了。您这太夸大了，没站起来过。您亲眼看见过？我姥姥抱着我呀。是拿这俩眼看的吗？我就这俩眼。你要这么说呀，你刚才说这位个头还不算高，还有高的。有，您来。我知道有这么一位啊，这个头咱就不要形容了，说他一个部位，你就联想这人个儿多高。您说他哪个部位？单说他这嘴吧。嘴，这位这个儿高到什么程度？嗯，上嘴唇挨着天。下嘴唇挨着地，还是闭着嘴的时候，上嘴唇这就是天，下嘴唇是地。不对，天地之间呢有个嘴。不对，你琢磨这上嘴唇挨天，上嘴唇挨天，下嘴唇挨地。哎，那这位这脸呢？脸啊，各位你想这道理啊，这种人有嘴说大话，他还要脸干嘛呀？不是，您这是讽刺我。对，应该讽刺你。嗯，哦，你还看见了，啊，你姥姥抱着你看见了，坐在井底下看见那脑袋顶上天。你在哪儿见着了？你哪个姥姥抱着你啊？嗯，我看见我姥姥了。你看见你姥姥呢？我丈母娘吗？我踹你了啊！你敢？哟呵，这真是说话不负责任。嗯，这是九河下哨天津卫，是三道浮桥两道关。嗯，鲜鱼水菜比不了天津，天津的观众最喜欢听相声，对，最喜欢研究曲艺啊，最爱听评书。嗯，你说出来这个人家都不相信。是不相信，对吗？我本来也瞎编的。哎，这是夸大。嗯，另外这个评书您要是常听您就发现了啊，这里边经常有啊什么这个山字儿啊，虎字儿啊，人物字儿啊。什么意思？这搁相声里边叫贯口。对，就是形容词啊，这词儿多，罗列到一块儿。嗯，我问问您吧。啊，比如说这个评书里边说这人长得漂亮，嗯，怎么形容？长得漂亮。对，哎，有这么几句，您说说。柳叶眉，杏核眼。嚯。樱桃小口一点点。嚯嚯。杨柳细腰赛笔杆。嚯嚯嚯。说话燕语莺声。嚯嚯嚯嚯。乐的时候还有两个大酒窝。嚯嚯嚯嚯嚯嚯。漂亮不了了，怎么呢？都让你给霍霍了。嗯，什么语言？嗯，我这是惊讶啊！您还真能说得上来。嗯，他说这都不对，全我甭说话了。哎，这叫书套子啊，又叫美人赞。美人赞，对。哎，听书的观众也不琢磨，嗯，只要一部书里出来这个形象，大伙儿一闭眼一想，哈，行，挺漂亮。是啊，
不禁推敲，眼睁就漂亮，还就漂亮啊！各位您想想啊，闭眼想一想，把他刚才说这几样集中在一个人身上，绝对是全天津市最标准的美人妖精。妖精美人赞怎么能分析出妖精来呢？你长一块就是妖精。头一句柳叶眉，您分析啊，柳叶眉，顾名思义，柳树叶子一样的眉毛啊。柳树叶子大家都见过，绿色的，最短的这么长，眉毛这么长一个，您说横着长还是竖着长？眉毛都横着长。横着长，从这儿开始，走呀，长一圈，这高压锅那圈，好看吗？竖着长，走，这是那须子，蛐蛐啊，这改了绿蛐蛐了，这好看吗？不行。哎，柳叶眉好看吗？哎，杏核眼。杏核眼，眼睛就吃完杏剩那核，那叫杏核。对，圆的，滴溜圆，俩小圆眼儿啊。再赶上吃杏，这位友友没啃干净，这核上还有点肉。哼，一对八脸儿，两道大绿眉，一对八脸儿。哎，你这要搞对象，除了你，哪位要这个？我也犹豫犹豫吧。对啊，哦，好看吗？不行。哎，这样，樱桃小口一点点。樱桃小口，嘴小好看，还一点点。嗯，按过去的审美啊，这个女孩子嘴小好看是最可气的一点点。这姑娘这么大脸盘子，这么点小嘴儿，活活饿死。吃啊，吃不了啊。怎么？鸡大腿儿给你，你会吃吗？会。哎，那吃。她小嘴儿怎么吃？吃不了。嗯，包饺子啊，吃不了。哟，小嘴儿。就吃一样行。什么？炸酱面，面条。哎，酱跟那面都拌好了。嗯，给您，您会吃啊？对，一扒了就吃了。他不行啊，啊，他一扒了都进脖领子了。得，怎么办呢？拌完之后把筷子撂下，把镊子拿起来了，找出一根面头来。哎呦，从嘴里扔进去，滋溜，好家伙，他得给嘬进去。嗯，面是进去了，是酱都糊腮帮子上了。哈。行，好看吗？哎，酒窝好看吧？几个酒窝？俩呀。长一边啊？有长一边的吗？一边一个。对呀，一边一个最可气，还俩大酒窝。这好，本来嘴就小，嗯，俩大酒窝，老远一看撒嘴。哎，行了，您快撒嘴吧。行，哎，别臭美了，行了。哎，说这腰细好看吧？腰多细？杨柳细腰赛笔杆。杨柳细腰还凑合，杨柳树有粗点的，这姑娘腰细有不到二尺的。对，最万恶就那赛笔杆。这怎么叫万恶呀？笔杆就是那个笔那个管儿，嗯，笔杆是中国最粗那个笔，叫大抓笔。哎，这个憨点多憨呢，跟那墩布差不多。嗯，这么粗，女同志肩宽这么宽，胯这么宽，腰这么细，跟沙漏一样。你这他能干什么？你说这位长成这样还搞体育？体育打篮球行吗？篮球啊，打篮球上这么一个，俩人一撞吧唧折了，得一人变俩人了。好，相公了？不行了，对不对 啊？什么叫相公啊？这多一个不相公了？你这打牌来了是吧？你打牌他也老外啊。嗯，哎，这不跳舞行？跳舞只有跳舞合适。哦，腰细啊。嗯，不用搂着腰跳啊。啊，攥着腰就跳了。您跳跳吗？嗯。哒滴哒哒，哒滴哒哒，哒滴哒哒。行，哒哒，您撂撂这沙漏吧，干嘛呢？这是跳舞呢，我送炮弹呢。啊，这腰细好看吗？啊，这不成。哎，说话燕语莺声，咱说说声音。燕语莺声是小燕黄莺的叫声，嗯，叽叽喳喳。哎，您查词典，叽叽喳喳叫形容鸟叫，是小鸟落在树枝上，太阳一出来。啊，小鸟在那儿一看，叽叽喳叽叽喳叽叽喳，太阳出来了，叽叽喳的，它好听。鸟还蹦字儿，搁人身上就不好听，是吗？啊，女人说话叫温柔妩媚，哎，听着悦耳。哦，比如说吧，嗯，您演出回家了，回来了，你爱人给你等门呢，好，给你一开门，跟您这么说话，您爱听。我们怎么对话？来回试试啊。嗯，嘿，好。嗯，怎么还给我关上了？是你哈、啊，好，那天回家没卸妆。哎呀，话多重！哎呦，
云平，你回来了？回来了啊，是你哈？是我，快进来吧。哎哎，把书包给我。好，今天说了几段啊？说一段，挺累的。可不，又泥了吧？经常这样，继续努力啊。赶紧坐下吧。哎哎，茶给你沏好了。哎哎，饭也给你炒得了。嗯，这是炒饭，炒饭，快吃吧。哎，嫌凉的话你就凑合吃得了啊。哦，不给我们热热呀？您看看，风趣幽默，嗯，温柔妩媚。哎，你听着看。一天的烦恼都忘了，是包不响都扔脑袋后头。好，得有一个好太太。燕语莺声，我更高兴。您再来一遍。燕语莺声，我更高兴。不，俩人打起来了。再试试。来，回试试。燕语。往回来回，还没穿上呢，你别着急。呀哈，先来一喝。你回来了，好，给书包给我吧。效果怎么样？就你了吧，哈哈哈哈，喝水吧，吃吧。这这什么玩意儿？我这到鸡窝了，我这。哎，你这可是回家、啊？去，别瞎说。这个，保持严肃。嗯，保持严肃。对，您各位，您闭眼睛一琢磨啊，大绿眉，一对巴脸儿，撒嘴，这么细的腰，一说话就这样，就这样。好听吗？太夸张。好看吗？嗯，搁一人身上这就叫妖精啊。啊，真正听评书的人不爱较这真儿。是，听书也不为听这个。嗯，听书为听什么呀？啊，听书讲听扣，听戏要听咒。这是什么意思？什么叫扣啊？哎，扣就是悬念。嗯，过去说评书啊没有单段的啊，您听郭德纲您就知道了，这种行为叫挖坑。嗯，就到最后留一个悬念。对，刚才郭老师也说了，他这回的上一回是十几年前的故事，是这坑挖了十几年，一直也没人跳进去。废话是吧？就是说过十几年把这再给您说明，这叫原扣。嗯，哎，评书最值钱就是这扣子，扣得好。过去说书不是十几年说一回啊，每天说俩小时，天天说。今天你这扣子不抓人，转天人就不来了。对，所以那先生那扣子非得好。嗯，老前辈说三侠五义哦，那扣子留得真不错。您来了呀？都这么说的。嗯，一拍这个木头，说到最后的时候给您留个扣子。三侠五义啊，啊啊，大爷卢芳，二爷韩章，三爷徐庆，四爷蒋平，五爷锦毛鼠，白玉堂，南侠展昭展雄飞，北侠闭目求然紫然伯欧阳春，双侠丁兆兰丁兆慧，小侠爱虎，十位英雄正在酒楼以上吃饭饮酒，忽听楼梯口腾腾腾腾几声响亮，上了一人站在楼口，只喝的十位英雄你也呆呆发愣。众位，您猜是谁呀？咱们是明天再讲呀，不说了。呵，这就叫扣子。这十位英雄在这部书里能耐最大，那是尖子。又上来一个人给这十位镇住了，嗯，指不定是谁了。就说呢，人家不说了。哦，那还想听呢？回家他别扭啊。哦，有什么急事都推了。嗯，转天照样听书来。嘿，转天这先生啊，头一件事儿得把昨天那茬得圆上。哦，一拍这木头来了，圆扣。昨天说到，十位英雄正在酒楼以上吃饭饮酒，忽听楼梯口腾腾腾腾几声响亮，上了一人站在楼口，之喝的十位英雄你也呆呆发愣。众位，您猜是谁呀？不是别人，原来是跑堂的上菜。上菜。您说多可气，就是弄个跑堂的憋了一宿。嗯啊，可是这位先生呢还得往下说呀。对呀，说到第二天结束的时候，嗯，又留一个扣子，又有新扣了，比头天那个还吸引人。是啊，第二天说啊，说着说着说到这儿了，五爷锦毛鼠白玉堂从酒馆出来，情不踉跄脚不仓皇来到自己马匹之前，片腿认凳搬鞍，乘胯坐骑，低头定睛一看，哎呀，马脑袋没了呀！一鞠躬，先生下班了。是，听书的这位回家之后，他能睡得着觉吗？他得琢磨呀。这更厉害了。我听这书不是《西游记》啊，对，不是《封神榜》，这是武侠小说啊。嗯，这也不是《济公传》，怎么一上这个马，马脑袋没了？不是神仙。马脑袋没了，按说马死了。对，马死了，他还能站着。这个他新鲜，是有什么急事我都不去了，还得听啊。转天下午照常听书，嗯，听先生到底怎么圆这扣。对，转天下午又来了啊，先生一圆这扣啊，
没把这位观众鼻子给气歪了。这怎么回事呢？第三天一拍木头，可以了吧？昨天说到午夜锦毛鼠白玉堂从酒馆出来，行不踉跄，脚不仓皇，来到自己马匹跟前，片腿认凳搬鞍，乘胯坐骑，低头定睛一看，哎呀，马脑袋没了，这个骑到了，到了。